屏东县政府一些那在那那一些呀，马里亚本瓦尼咖喱阿美利加当那刷大概都多乱，马西尼乌那做马布山拉里马刷马加刷大概都多乱，一些那马斯巴顿阿鲁国中小一些那乌鲁巴扎乌鲁金当那咖喱都嘛都多路，那在那第八个呢巴斯图姆鲁万都古给加古一些那乌鲁金在那那呀。噶往往也是那屏东县当那高中嘛的国中小，调马里阿布马噶说，大概都多落，调五六百只五六斤咖喱，怎么都多入米色，怎么做来记得？也是那初中每年都那，也是一年阿爸走了，不带代理马里，五六百只阿美利加当那咖喱，怎么都多入？屏东县也是那在那那妈咪说，包咖喱那那么，阿美利加当那咖喱大概都是落，也是那屏东五六八十五六斤咖喱都嘛都多路，在那那一些巴斯拉布马布山拉里嘛大概都多落，也是那马斯巴顿阿鲁国中小学都嘛都多路咖喱。全天候了，在学校里面进行教学，包括下课时间，包括在校园的生活。所以他直接互动的频率就会更高。他又特别喜欢原住民的文化，你看他自己今天还买原住民的那个背心哦。那透过他这样很活泼有趣的教学，小朋友其实他就会很喜欢这个老师。那借由这样的方式去提升他的学习动机，那老师他也很对我们原住民的文化也很好奇嘛。他们彼此的问答之中，其实小朋友会有很有学习的成就感。屏东县政府马加西马西尼达基尼达给杜杜罗这些纳纳乌纳一百万元万度股，那这里也是给加古第八地区里面马加沙达给杜杜罗八十本，也是那五路军在纳纳，噶往往屏东县说乌纳达给杜杜罗木是那达里西纳达，也是一年五十八的县立高中马顿乌里马国中马达扎尼木纳买木纳五十八的国小，说掉地区里面。大家都落呀，调乌那我哩他们那做干人，马达调单单念了马里西那的教学日志，如今我呢调马干评鉴，屏东县政府也是马西古山那膝盖，这个里面马噶说大家都都落，到了也不到那屏东，把这本说慢慢弄，调什么生日呢？阿美利加他们那家里，马西阿拉慢慢弄，我哩他们那家里乌那马瓦干打折了。我说屏东当那马努，把你怎么都多路咖喱。